捞下去。所以食物抓鱼是需要时间退潮，可是那个点要抓得刚好，水不能退太低，只要稍微看到水在退，然后食物露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来抓了。而且那个抓鱼还要看说今天有没有鱼进来，而且那个是不是你要的。我们今天来煮尝尝。大哥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不是来的介节目》。介下看多介短片，大家是伫今天的图，大家是信不有聊，人生嘛个系实物呢。好，信不唔但是系又唔又迷，还有当多神奇个东西。介介了分享你今介里边，一块是来绕场个，来一次信不偶像下回个自称古墓李英富分享。哎，大家好，我是头先是信不偶像下回个古墓啊，当分享今天有机会。对福气类的节目啊，来大家分享，来你心目实文。耶，分享个历史中吼，前历史中国了还致敬古文哈。平年咧，你强下来分享下面系来自心目偶像协会个专案经理戚明君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桃园新屋的青年代表徐明君，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新屋石户的文化。哇，真的是青年代表哈，这一看就是青年。对不对？都优秀啊，都优秀哈，所以我们两个在这边好像有一种切割的感觉。青屋哦，你听得懂哈嘎吧？对不对？唐西，唐西哈，那刚才那个顾问说，哎，青屋哦，这你有听懂吗？就是青屋，青屋，他学一下，蛮就蛮能干的哦，蛮有 power， 蛮凶的哦，是不是这意思？去青强哦，很棒这样子哦。你莫看伊后生吼，伊能力前途哦，想法当清楚哦。这有听懂吗？不要看他年轻哦，头脑清楚，能力强，优点都听得懂，很开心哦。今天东方宇宙的绕墙斗，哎，你给顾问还有我们的专案经理都有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讨论哦。刚才在短片其实已经给大家蛮清楚的讯息了。不过一开始还让你提醒给前面所有的乡亲们的分享，大家大家唔知吼，我们新屋有十户有三门呢。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诶，没有，系咩新闻？大家都唔知啊。当少因地啦，对呀、啊，哎、欸，你要攀，你要讲到石门，全会上到来你来攀附，哎，全给全世界提降提到诶，嗯，啊，你台湾本岛其实嘛有当做石门，就是在新屋，新屋，啊，其实那论真来讲，都淡水老都后两俩全有啦，都有，对不对？啊，其中来你新屋底下老石门维持了。啊，算下好，嗯，所以本身你也本身你下多啊，对，大家可能以前都不知道说在新屋其实原来是有十户，对不对？而且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斗烟改历史，可以说是从日治时代就留下来一起堵俩哈，而且从诶啊，你讲古门讲诶，其实维持的不错，所以大家我们要很珍贵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遗产，对不对？我们讲到信不有散文，去访问新屋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信不有散文。我们再跟大家来一个小知识，沙门，沙门系乜嘅？沙门哦，沙门啊，你很专业嘛，沙门系乜嘅？准备道具，本台只看哈。嗯，沙门其实系咧，最后老街石鼓啊，即从石博上按威起来。哦，哦，该涨潮加下五十会收落来。嗯，啊退潮加是会掉落地下度，因为水下少。表面是还好做的，就放心啦。其实全世界全有两只技术咯。啊，全世界都有。哎，都温险调查。新啊，都石器时代是可是用印度两方法来做咯。好，哎，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哈，因为现在你看明君这边是很上瘾，不过这种捕鱼的方法其实是最自然的。
水自然界，水宽博界，而且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跟我们的台自然有一个很好的循环。对，当然现在捕鱼的方式已经改变很多了，不过那是当时我们说先民留下来动虫的技术。你像那个石头去堆叠，哎，那个堆叠是一个功夫哦，那个不是你想堆就堆。你可能该跳表示穷的阿英。看起来还好，但很难，对不对？哈，它有一种镶嵌的技术在里面啊，水要进来，退潮之后能够有鱼被留在里面。尤其该溶洞台家下哈，你石鼓饼该会被冲掉，嘿，会打翻嘿。所以该那个确实有点技术，还要留缝隙给那些什么嘿水嗯啊、虾公啊，就最狂错。OK 哈，不过金门洞放一道台家落去小改信封改石纹哦，也真的很漂亮。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文法，非常该感同。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带大家去新屋。玩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今天要跟大家讲互不相让。我们请林君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在我们下个月9月24号的时候呢，举办一个互不相让的活动。那会有活动四个亮点。然后第一个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我们石户的文化，然后呢会是。带大家去体验担任一日匠师哦，对，就当一个一日职人的概念，去体验石户匠师到底是怎么去筑砌石户的，那这些的功法，然后是希望可以把石户的功法呢继续永续的传承，是我们最主要的亮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邀请很多比较。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乐团，然后呢来进行一个音乐节，然后希望大家在体验石户啊很辛劳的时候，也有一些疗愈的音乐，然后可以是身心灵的体验。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有市集的活动，那市集的话我们也有搭配净滩，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海边呢体验石户，然后呢也疗愈身心灵之后呢，也可以随着环境来到这个地方把一些垃圾带走。这是我们提倡的环境教育，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没错。重点都有讲到吼，很厉害呢，真的不容易。因为大家又谈到嘛，就是又叫动虫，然后改百通。我觉得就是你里头改变嗡嗡聊聊，大家去那边游玩，一定会觉得有市集呀、啊，对不对？又硬哦，非洲又谈，哇，好轻松哈，对，怀孙好浪漫的一个一日，但是。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大家参加，一定要报名，就是一日匠师，没错，让你感受一下你自己如果成为一个匠师，你要如何去筑石户，对不对？现在筑石户的人都年纪偏大，从某从的啊，后生因吼，因咧对身冲击咧吼，咧石户了闹就办咧民众脱节咧，啊是咧上市面咧。很多咧动重要，慢慢推广以后，咱确实有效，有上面接受，错啊，所以讲你下讲希望讲，去青龙搞，做舒压，嘿，舒压，林俊，你觉得可以舒压吗？可以，有按摩到肩颈的感觉，而且也可以练一下你的这个臂力，不用去健身房。你要动流汗重训就好，你应该穿做咧一次满足就，一次满足，那为什么会想要做石户工作假期呢？主要是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现在竹石户的其实都是年长者，都70岁、80岁的，对，都是阿公、阿爸、阿妞。对，没错，都是一些退休的，就是老人家在进行石户的堆砌。那这个办这个活动也是希望引起更多年轻朋友的关注，然后大家一起来体验，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很辛苦，然后从辛苦当中呢了解到先人的智慧啊，然后也希望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理念。我觉得就是说，要年轻人真的来筑石户，也许没有俺摸碗盖，没有这么简单。可是你来体验，你至少要知道。就像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常会说：“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吃不完还是倒到垃圾桶。你自己亲自去种个田，以后你就会非常珍惜每一个米粒。其实，你回首你会发现哈，大家生活就当幸福啦。你存钱加当脚，就回首哈是摸碗盖，看流脉络。啊，有动冲嘿，前往河船，前往河船。对，我觉得是像经理说的，到那边，我觉得你感受那个辛劳，但是你也认识先民的智慧。我觉得我们大家会对这一块土地或是这些文化遗产，你爱护的心会莫穷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愿意来出力，我觉得这是大家的力量，对不对？大家学习这个技能，然后一起，也许就是一起。你一点我一点，他这个东西才可以完全的传承下去。是的，是的。最后来第 any 改古门到 any 改，我们说我们的学生团队一起来办两张盘两张饭桶，其实非常感辛苦。为什么呢？你看哦，又有音乐节，然后又有净坛，又有市集，就是希望走的
吸引你们来。如果今天只是叫你来搬石头，可能没摸你保命。可是黑公你都有两篇，有走的躺运哦，有走的洗东西，还有几期可以体验的话，又有一些加入净滩的活动，还是要捡捡垃圾。好，我觉得对这个地方有很好多解了解。其实不同不同解内容，还有非常解多吼。我们带上黑你讲的安样伊，都带还有嘛解精彩解故事哦。你请请你解兄弟们先聊下，并下茶，等下总来咧，就请记得好好了，大家来巩固。节目咧，类似个性格，里边系类似纵容太好个。诶，你讲学生个团队细润分享。大家好，我是诗云，然后我是来自中央大学影响力创业家实验室学生团队的一个成员。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的一个活动的专案计划。哇，太棒了！哇，顾问，其实蛮多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你所谓年轻人啊。对啊，没文化吼，开始开始接那么多水，迄票上因都会本人开始认识。黑幕是又断层，对不对？现在赶快把这个断层给补齐，对不对？你们千万不要抛弃我们理事长跟顾问，好不好？哎，坚持，哈哈！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力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不管是从像这样的活动，或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返乡，或是社区营造，看到热拉热到个黑上因的加入，我其实心里。觉得好像可以看到一点点未来的光亮，以前都觉得完蛋了，完蛋了。像龙应卡，龙应卡，应该没有变龙应卡的。不过讲到两团，其实上一团节目，你讲闽军有讲到我们的互不相让的这个活动哈，绕墙你讲用心朋友，我们是在9月24日嘛，对不对？对。大家有空一定要去好吗？赶快塞塞去，弹音吐水子，穷哈去什么？不过讲到两篇，其实我们有一个好重要的给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募资计划，对不对？哦，是，是要帮我们介绍，对不对？好，那这边有我们团队来整理出的一些募资的专案，那这边有很多个选项可以给观众朋友做选择，那每一个大家选择的计划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回馈商品，是，那就是跟理事长还有他们爱乡协会这边有一个把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理念来融到这个回馈给大家的感恩小品里面，就是我们有做。就是海废料来回收，然后再利用的一些商品。那这边就是有，展示的一些购物袋啊，然后徽章，然后是用这些塑胶瓶盖来做成的等等。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其他就是不同的方案的选择的话，有些会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购物袋，然后徽章，然后还有明信片啊、扇子，然后还有毛巾等等，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选择，然后可以，对啊，然后就是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然后也可以来参加，就是刚刚介绍到很多食户体验，然后净滩等等的活动，然后就是来海边一起听个音乐，然后来边玩边学，然后了解这边的食户文化，对，很欢迎大家，也很邀请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看到你们这么真诚的脸，我觉得真的不能不去，很真诚的绕墙抬杠。当天去的话，都会遇到你们吗？是，一定会都会在的，一定都会在哈。哇，我觉得刚刚讲的是我们整个募资计划，以及我们如果抬杠就唱尬募资计划的话，我们的回馈小物，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严聪你是很开车载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其实好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就不照顺序来，好不好？先讲一下这个袋子也算是我们的回馈小物，对不对？算对不对？为什么要特别讲？听说这是历史中你本应走的，系啊，跟要跟塑胶袋做的。哦，塑胶袋。系啊，唔同嘅，像嘅将一般市场卖出就可以带着。系啊，系啊，系啊，没有那个做嘛，一般日常生活用嘅塑胶咯。哎，哈，而且上面有那个粉红色，听说你当时是为了想做一，做一只鱼啦。嘿，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叫抽象化。还可以吗？做的走的吗？还不错，蛮喜欢。你讲做，我们得回去吃跳舞啊！开玩笑。哦，知道台咖了。我其实平常还有动作，像那个瓶盖也是你们带来，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海废材料。可是我们会用用海废材料去做成我们有意义的东西，对不对？像那个垫子也是，对不对？很多的垫子。做掉实用的东西啦，讲说那你。你爱来面对的问题，因为台车用动作，你爱东西咧。对。啊，你冇解决，所以。
推广啦，所以你要买盘你要发到买，叫那种有责任性的旅游。嗯，那疗愈我也做做掉讲，哎，对来你的反应有点帮助的事情啦，嘿，叫大家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感觉上能够尽的力量很小，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你说我们每天这样捡瓶盖，我们能捡多少？对，捡不完，对不对？你说净滩，我们挖的那些东西，隔天游客一来，会超过我们捡的东西。可是这是一个态度，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刚刚诗云在介绍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说你们来玩，我们用玩的方式吸引你，可是我们要告诉你，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海洋文化，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口内维纳斗顾问做的包包，对不对？所以这意义很重大。跟大家莫强壮，每个都不一样。比 LV 还厉害，比莫强莫可能会撞包的。比 LV 还要厉害，因为防水。你看 LV 怕淋雨，对不对？我们这个不怕，对不对？不过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起心动念？除了刚刚，其实就是为了就是我们整个募资计划的起心动念。嗯，那其实我们这边这个学生团队可以有这个机会合作，是学校那边帮忙我们牵线的。那就是我们学生团队就是平常也会接触一些社会企业的论坛，所以其实协会这边做的努力，我们大家学生都非常认同，然后也会想要就是帮忙他们来做这个募资计划，然后让这个石沪文化就是。因为非常少人知道，然后其实我自己原本也不太了解石沪这个东西，那希望可以就是借由这个募资专案，然后来推广出去，然后帮助理事长他们的理念可以让更多人来知道，然后更多人一起来维护石沪这样子。哦，讲得很好，理事长，这是你偷偷训练的哈。哦，不认识动就手诶，动就手哈，你讲到暗号。嘿，讲。反正有准哈，有准，当优秀啊！我哋接到学生穿穿优秀，嘿，平常心讲，嘿，来做提防，主要因为做提防冇人见，嘿，佮愿意来哈来写当翻译咧，愿意来我们就高兴了，你也是冇简单的事情咯。好，你讲佮佮还有讲到啊，叫特白啊，诗云自己以前对石沪也不是很了解，你认识石沪几年了？可能小学时候有在社会课本上面看过双星石沪而已，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石沪是拿来做什么的。对，像刚刚理事长有就是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石沪是捕鱼的，然后怎么样的捕鱼方式。我也是这次接触这个专案之后，才真的去了解到石沪原来有这样的历史价值。所以是这一两年彻底的了解。笃信不改，石沪有这样的价值。对对 ，OK。其实蛮多国家也开始关注在新屋的石沪，尤其是日本，对不对？哈，全世界联合国里嘛有只研究啊，哈，叫2020年到2030年，伊开始会着重啊石沪的调查。哦，伊记得环境又动态，算田野调查。系记底下，按讲啦，记到。来翻紧又动态关系，错，所以你嘛当重要这个议题啦。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诗云的分享，觉得好可爱，因为这个专案对这个石沪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增加使命感。明君呢，你我吗？我是从去年加入协会之后才知道彻底的认识。对，没有，我才知道桃园新屋原来有石沪。哇，对，在还没加入协会之前，是完全对石沪不了解的哦。对，其实连石沪是什么都不知道。那真的是实际在协会里面做事，然后才知道啊，原来石沪的作用是用来捕鱼的。那石沪是谁筑的？然后原来是这些长辈。OK， 对，哦，所以你看那。理事长就不用问了啦，他是专家哈。对，不过公投聊哈，我们要聊一个这个小知识，福气一箩筐。对，这个沪主小学堂，因为你刚刚说嘛，你去年长凝些哦，原来有沙文的存在，而且它是用来捕鱼的。那你知道其实它有沪主吗？谁可以？哎，谁可以？明星可以讲哪个？应该讲什么？哎呦，挑战一下。好哟。对，那其实呢，石沪呢，它是在早期的时候是有户主的存在的。哎呦。然后会俗称是一家一户啊，或是多家一户。然后呢，这些户呢都是家族性的户。新屋这边主要是以家族户为主。然后呢，这些石沪都是私人的，但是大海是谁的？要不要说一下？当然要啊，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是啊，我说大海是谁的？大海是谁的？是谁的？
对，没有要理我的。对，但是大海是大家的，是公有的，但石户呢是私人的，然后在大海上面。所以其实现在呢都归政府所有，但是要使用石户的话还是必须要经过户主的同意哦。比如说要修筑石户啊，或者在石户里面捕鱼，这些都是必须经过户主的同意才可以做使用的。是，所以户主会传承给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应该原则上说，我们因为早期是戒严的关系，所以我们海岸线都没有渔业权。Okay. 没有怨德说没有私人的财产，所以在日据时代是有科税，有涉及科税的。所以在我们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后戒严之后，所以就等于是在法律上是没有私人财产的部分。明白。对，现在是等于说以尊重这个，以尊重这个角度来做，那财产还是属于国家的。对，了解，因为它都已经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了嘛，对不对？哈，现在是一个比较保存，因为说实在，两海一共有三分的种，可能大家都吃不到鱼，对不对？大家去鱼市场来摸，对不对？因为大家这捕鱼方法已经完全改变，但就是认识先人的智慧，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是一个历史的痕迹，对不对？哈，这是，而且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科学的角度。对，在这老天爷给多少吃多少，早期是对，所以他那个石户的多孔隙的环境哈，对海洋生态，会造就多样性的生态，是，所以也都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收回我刚刚那句话，用石户捕没鱼吃，但我们如果再这样捕下去，未来还是没鱼吃，一定没。哦，你看这很重要哈。还有嘛，改进财改股市，台高先聊哈，你等下长绕墙，你改去卖穷，还会躺升起改股市哦。今天东方鱼走在绕墙，来自新埔港哦，李金富顾问，还有 Andy 改明君，还有 Andy 改中文经理，来到聊频道台，看到傅云雄，我们这次的活动哈，这活动真的好精彩哦。但是我知道这筹备过程一定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先再一次的跟大家台尬公时间地点。没问题，我们的活动呢是办在9月24号的下午1点到晚上7点呢，就是我们的户部相浪的活动，然后里面呢有石户文化的体验，然后也有音乐节，然后还有市集跟净滩活动可以来参加。哇，没错，你也有哈嘎巴走过公益派吗？哎，哈嘎，九点你是四，九点你是四巧，哈，哈就是两度，不然7点，你恁暗，恁忙，恁忙假，有没有夕阳可以看？有挺有的啊，但哦，安排到两个狂点头，狂点头，不，安排到下昼跳时光，哎，那你回去的夕阳就等着，就等这样哎，对。啊，又下下两点哦，莫晚夜，九月可是下两点。因为就是都过立秋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石户故事馆啊，哎，个草坪啊，真有动静。石户故事馆的草坪，改变又好，大家坐在一起 ，OK。啊，所以好顺安安啊，哎，我感觉那里啊，认识他嘛，动好啦，很浪漫呢，吼，对不对？那分享很浪漫，你看就是诗韵讲哦。海边对不对？看夕阳，吹凉凉的海风，可能还是热热的啦。吹，你那么可惜，你要走满走啊？早晚已经比较凉了。你要走满马六啊？可是如果听说保命一日降世哦，那个是关键。保命哦，之后哦，那你安排网络保命落来啦。哦哦，网络报名安排啊，嘿。哦，对，我们没有好好跟大家分享报名哦，怎么报名？对，只要上我们募资平台挖贝。然后呢，抽寻我们户部相浪的活动，然后只要参加我们的募资方案里面有活动体验的，都可以来体验我们的一日石户匠师。嗯哼，所以会由您亲自带量坐镇呀，坐镇以体验黑猫体验。黑呀黑呀黑呀！我想偷偷问一下，你们两个有体验过吗？有。有，你刚刚犹豫一下，有是不是，有小小体验一下。说真的是辛苦的，对不对？对，很辛苦，因为其实搬石头就很重，然后而且走在砾石滩上面更不好走，然后就是有跌倒的危险啊，然后身上又很重，然后太阳很大，然后汗又一直滴，就是手很脏还不能直接擦汗，对，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哎，他讲得很好哎，这样大家还要报名吗？回去会特别。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来体验一下哦。走在砾石上，手很重，然后金溜滑，然后眼泪流了还不能去摸，对。回去就会很好睡。回去又好睡，因为那诗云体验后的结果，那
辛苦的部分就跟敏君差不多这样子，对，就是真的很热，然后大家都是要戴帽子、擦防晒，才不会中暑。对，那个时候理事长也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防晒措施。但是我们最后啊，他其实石户在收尾的时候，是我们拿很多小石头，然后去倒在那个石户上面，为了把石缝塞满，才不会因为海浪一直打，然后把石户可能久了可能会散掉，这样子侵蚀那种。对，那那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把小石头然后撒在石户上面，然后塞石缝那个过程。小石头要自己捡吗？对，就是旁边随手可得这样子，所以还要自己去。当然要自己去。对啊，当然要啊。哦，一天你也不该洗十股，然后还要。欸，我觉得补充的很棒，你看这是一个体验的幸福感狗唱，可是也是有一个疗愈的，最主要从绕开关键是请注意防晒，对不对？戴帽多喝水，多喝水，对不对？要带水壶，所以感觉新陈代谢特别好，新陈代谢特别好。不过贡多利亚其实会办这样的活动，你们当时这个契机是什么？对的，我们这也是很辛苦的过程，要讲一下这个过程或是困难吗？有想要放弃吗？这个过程其实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后来也都蛮顺利的解决。对，对，这些困难的话呢，其实是一刚开始在筹备这个过程的时候，在想说，哎，要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喜好啊？所以后面我们就加入了音乐节。然后呢，接下来为了让亲子可以一起来，我们新屋石户故事馆来参加这个活动，有个更好的休闲，所以我们也办了市集。所以我们其实脑力激荡了很久，然后才筹备出这一次的活动。那接下来就是跟中央大学学生这边合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沟通上面的大家困难，对对对，刚刚不小心讲对，没有啦，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活动办理好，所以我们之间也有交流了很多的意见，然后跟学生团队这边有很多的互动，然后就是过程当中彼此也都学习到了很多，对，嗯，他讲的好正向，是啊，今天有声音。相信为因为立场莫穷容，大家我也莫穷容。你现在是要讲出秘辛了吗？哎，要爆料一下呀！对对对对对。因为后生伊去讲伊讲伊群发莫穷容，冇错。所以容易做，相信为各持己见啦，很容易也好。哦。哎，本身应该讲过你系当好的事情啦。嗯嗯。你别去讲，只有落心。嗯，他讲有很多问题啊，也是，哎呀，莫落心莫有问题。哦，那顾问很正面哈，他说意见会相齐，就代表对这件事情有重视，对不对？哈，我好像在翻译哦。是啊，是啊。躺尸。我觉得是，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你自己投入的想法，然后你们必须交换意见，然后最后再取得共识。是对这个困难，那我想问一下，这是年轻人跟年轻人的困难，但你们跟顾问呢？我们沟通很畅通，不是吗？我怎么觉得刚才有种奇怪的氛围？施压一下。对，我们顾问都给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其实沟通上面比较没有太大的困难。我讲出优点来，对。那缺点是？缺点就是要跟得上潮流。对，你们好可爱，你们这个团体好可爱。他是嫌弃我，而且他刚才还说我跟不上潮流。他说音乐节我都邀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哦，正常啦，我也不认识啊。我有看名单，然后说，谁？对对对对，讲一下卡斯。好啊，没问题。这边我的手卡被拿走了。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天活动演出的乐团呢，有我们特修斯，然后还有我们南希肯恩，以及我们桃园新屋的街头艺人，然后 T 皮。然后三组团队会一起到我们新屋石户故事馆互不相让的活动来表演，在草地那边是没错。哦，那思云知道这些音乐团队吗？没有听过，因为我个人比较少听独乐团。不是你这样可以安抚你顾问的心，對對對對，所以你没有被抛弃啊。我是一伙的。因为我发现哈，年轻人要的跟我们这个时代要的不一样。嗯，毛孔融。对，你阿公本身讲你也不好声音来参加，所以符合个人需求啦。虽然录音架下嘴下点点，嘿，下近，啊，搬到空间间发挥啦。那你做后背，啊，比如讲手提奶啊、念垃圾啊，做资源啊，什么？你看他是动得很香，很大，很可爱。没有，我老乡亲朋友在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古门是谦虚了，因为古门自己投入信封上文盖这个。我们说维护其实已经好多好多年了，你知道上网 Google 有没有？你猜一下李英府哦，哇，这个报道傅医生改斗。可是因为我觉得顾问希望
把更多在出力的人让大家知道，所以他就很谦虚，动呛嘛，羽毛膏，哎呀，他是走黑白手提奶啦，其实没有，他是你其实是先锋哦，古母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先锋，他是第一人，但是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轻人走得慢慢的累，所以我觉得你改古门然后历史中然后其实是一个使命感啊，因为其实你也是一个北漂青年嘛，这样讲吗？曾经啊，曾经是一个北漂青年，大家知道吗？有听说过。哦，他曾经跟各位一样是一个北漂青年，然后逐步逐步他才返乡转到新北在提凤，然后投入这个石户维护的工作，家人也是不支持啊，对不对？对，你现在不能问他家人的事情了，一问他会哭哦，对不对？就是家人不支持是因为一样嘛。吃力不讨好，现在大家一起来努力，够讲的跳百个系统，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是历史中？啊，早期当然是比较辛苦了，对，尤其早期这个参与的人没有这么多，对，所以不过现在还不错啦。还可能还有商业落落去吼，其实等你嘛东方鱼俩，对，有商工无商工有啥问题啊？吼，搿只定义问题，不过可能还有商业今年都要来强下做，所以。那会运动台空间去发挥啦，那你也想办你也研究。对，好，所以哦，你节目最尾吼是两分钟，剩最多最尾改两分钟，那应该乡亲们来少改，基本一代都动到改东西都都现充吼，主要个目的是系两扎，第一扎日本大家都认识，其实都推翻你动正规个自然，你都先不要杀文，第二咧动创个问题是，九年认识时下就是点到七点，你要动创个发痛吼，系就一群后生人去到。穷通贵巴出来的，希望你所有个乡亲朋友，其实走该不也是接走的弹琴吐水子，然后去海边走一走，对不对？我觉得更棒的事情是可以看到真的包括像嘿中荣台好改后上，还有这个哦，这个专案经理非常的年轻，有冇后上？熊哈雷，最后一分钟来好好让你们来推广一下，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好，没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次户部响浪的活动，然后来体验我们的石户文化。那只要一个人搬一颗石头，十个人就可以搬十颗，花你五分钟搬两颗，大家那个积少成多的过程，就是个结果都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桃园新屋一起来体验这个石户的文化，来认识我们的海洋环境。对，我们9月24号见。耶，诗云要不要讲一下？好，那就在。不是应该只能来中央大学玩一下吗？亲亲亲。对，那我们中央大学学生那一天9月24号也会到前往到当地，然后跟大家一起边玩边学，然后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户部响浪，然后挖贝平台的募资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募资专案，然后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方式，然后都会有回馈一些海费那个回收的小品给大家，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新屋玩，嘿，跳下来聊，跳下来聊，太棒了哈！哇，因为节目时间到了片哈，我哋哈在私募股们大年两届，你个后生个后辈在到了片，然后大家都分享哈，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好不好？有机会接接在到了片，然后大家都分享，所有个乡亲朋友们，我们记得要九年一起是大家跳下度该会见哦，天天下来咧，哎，绕上你个乡亲朋友，看下你做运动了。恭喜福喜乐乐界所有的朋友，记得去到福喜乐乐界免受侵占，还有听的客家电视的 YouTube 频道，让你的影片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